开始。都是除了大拇指以外，其他最常用的。没有大拇指，我真的爆了。我说除了大拇指。我们再来听听编主要。所以我才说除了大拇指，其他都是常用的。然后这是演习大腿。你们喜欢在一起的表演是劳动部劳动部安全署。我刚抓错了，我要重来。